唔理喺中餐里面或者系中文里面，神奇嘅味字似乎都充满咗无限嘅可能性。除咗味觉同埋嗅觉，喺中国文化里面，对于味道嘅感知同埋定义，既源于饮食，又超越咗饮食。咁即系话，可以真真切切咁样感觉到味嘅，唔单止系我哋舌头同埋鼻子，仲包括中国人嘅心。同全世界一样，汉语亦都用甜嚟表达喜悦同埋幸福嘅感觉。就是因为人类嘅舌尖能够最先感受到嘅味道就是甜。呢一种味道往往来源于一种物质，糖。对于阿红嚟讲，糖唔单止代表甜，更意味住一切。一早个炉火已经烧得好红，阿红准备开始煮糖。糖葱薄饼，潮州著名嘅传统甜品。阿红嘅手艺系祖传嘅。今日阿红准备多做一啲糖葱。听日就是当地隆重的节日冬节。阿红家的饼食店在达豪古城的苏州街上面。时光大致保留了这座小城质朴的颜色和缓慢的节奏。离达豪不远的峡山，阿直嘅阿普店今日非常忙碌，因为烟熏鸭嘅木桶里面炭火一直喺度烧紧。由阿直董事开始，门口呢一个木桶已经散发住甜蜜嘅烟熏香味，一路伴随住佢长大。阿直屋企一直保持住最传统熏鸭嘅古法，呢一种方法已经有300多年嘅历史。阿直从爸爸嗰度继承咗呢个独门秘方。红糖、五香粉、醋、盐，这个也是结合我们潮汕人的口味而调制的一种酱料，一直都是这样。红糖是从甘蔗里面提取的粗糖，由于没有精细加工过，它几乎保留了蔗汁里面的所有养分。在中国，红糖通常被当作营养食品，而潮汕人则偏爱用红糖来腌腊食物。将腌制好的鸭整齐地挂在木桶里面，用木炭火烤，经过40分钟之后，酱料被鸭肉吸收到内部，烟熏的时候就够了。熏鸭用的原料居然是甘蔗渣。甘蔗蟹里面有少许的糖分，可以使鸭皮有甜味，也可以使鸭子本身的颜色可以深一点。店里面每日用的大约是40公斤的甘蔗渣。
补充体能，更加可以在缺乏日照的寒冬里面抚慰我们的心灵。当然，蔗糖亦都为中国地区提供了不同的甜味的基础。距离大侯古城100多公里以外的无锡，工商兴旺，生活富足。虽然这里从来都不是蔗糖的产区，但在口味上，无锡人却执着地选择了甜。当地人认为象排骨最可以代表无锡的美食，除了选料和烹饪方面上讲究，最负盛名的就是因为它浓重而偏甜的口味。老字号三凤桥的象排骨用的糖是来自广东，传统的做法里面，食糖的分量几乎占到排骨重量的十分之一。这种甜度在中国其他地区的食客来讲，实在难以想象。只有经过文火万煮，各种调味料的味道才会渗入排骨的肉质纤维。骨香浓郁，咸中带甜，奠定了传统石帮菜的基本风味。作为鱼米之乡的无锡，历来物产丰富，但这里偏偏就不是蔗糖的产地。无锡人好甜的原因，直到今日仍然是他们自己都难以解开的一个谜。在蔗糖产地的红体里，温度是煮糖的关键。过滤了的糖汁是需要继续升温，单靠手指，阿红就可以准确地判断糖的温度和火候。这种找糖的技术是需要练习3年以上的。我们潮汕有一句话，做糖汤要练到了那个铁手铜指，才不怕烫。好，糖浆煮到刚刚好的时候，倒入一个阔口的锅里面慢慢旋转，既可以降温，又可以利用离心力逼压出糖浆里面的气泡。需要反复地拉动，棕黄色的糖才会变成白色。趁着糖的温度再反复地拉动，糖葱就做成了。一家人团团圆圆的时候吃了那糖餐哈，表示了一家人甜甜蜜蜜的一世。每一个大个窿周围都会平均分布住16个整齐的细窿。阿红的糖葱闻起来香甜，食起来就更加松脆了。一股甜香弥漫开嚟，今日最后一批熏鸭要出炉啦。用古法制造嘅熏鸭味道浓郁，入口有一股甜甜嘅暗香。生意前所未有咁好，食客甚至等唔切墙上嘅熏鸭晾干。喺远处，冬至嘅脚步亦都如约而至。在早市里面，随着大戏的开场，人会怀着敬意，将各种色泽艳丽的甜品奉献给祖先。
同时为自己嘅生活祈福。阿雄嘅心愿系佢嘅传统手工技艺可以继续为呢个家庭带嚟富足，而年轻嘅阿直却希望可以找到合作嘅伙伴，将铺头扩大。虽然每一个人的心愿都不同，但甜味是一成不变的，这个是幸福的味道，也是对未来美好的祝愿。中国人在品尝生活甘甜的同时，似乎也很善于欣赏苦。人类感受苦味的味蕾在利的根部，虽然藏得够深，却异常敏感。中国人善于吃苦，是因为苦味的背后蕴藏着更加丰富的味觉感受。这种味道不单止在食材，还存在于各种各样的调味品，例如陈皮。从曾祖父那代起，陈柏宗一家就做陈皮生意，起身会好似佢咁样靠陈皮谋生嘅家庭好多。不能离开陈皮，因为他们就是我们这一条根，它不单单是一种我们的谋生工具。十月嘅果园，茶枝甘由青转黄，气味芬香。味道甘醇的新会陈皮就出自这些饱满的果实。刚刚摘下来的茶枝甘只是会取新鲜的果皮，果肉则弃之不用。选择一个晴朗干燥的天气，村民将果皮反出骨白。我们从新皮到五年之内的皮，我们每一年基本上都要晒一次，等它那水分、糖分、油分基本上挥发去了，性质比较稳定了，我们就不用晒了。储存年份的长短决定了陈皮的等级和价值，时间越耐越昂贵。中国人喜欢陈皮苦中回甘的芳香，这一点有点像绿茶，只有中国人才可以体会出其中的奥妙。陈皮首先是一种古老的中药，但亦都冇妨碍到厨师佢哋用嚟做菜、煲汤，甚至做甜品。在南中国，陈皮甚至能够决定一家餐馆的兴衰。澳门，东西文化融合的城市，傍晚六点，阿伦入完货之后回到铺头，他是这间海鲜餐厅的主理人。餐厅以阿伦的祖父的名字命名，半个世纪以来生意一直兴旺，秘密就在于餐厅的招牌菜陈皮鸭。陈皮鸭的手艺传自阿伦的祖父，制作过程十分繁复，用各种调味料将鸭腌制十个钟头，然后走油。炸好的鸭需要再一次调味，陈皮决定了这道菜的独特风味，
蒸盘里面加适量的水，回锅蒸两个钟头。经过长时间的高温，陈皮已经全部融化，但它的香气却完全渗入鸭的每一部分。入口融化的口感，浓郁甘香的味道，全部归功于陈皮。在阿伦的记忆里面，只是父母日夜在店里面忙碌的身影。童年留给他的是辛苦的回味。他永远都走生活了，没有钱去抢个服务员，我就是服务员。我八岁了，我们要帮我爸爸妈妈住好这个店的东西，搞不了这个明天就没东西卖了。研究后才能做这个作业，童年的孩子走当家就是这样。陈皮飘香里，时间仿佛过得好快。今日阿伦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，在他看来，50年的生活经验，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，莫过于苦尽甘来。辛苦当然人也会累的，但是另外有一份满足感觉，对我的工作，对我的表现有一个认同的感觉，这是最开心的。苦尽甘来是中国人在味觉上对苦的辩证，更是在逆境中习惯于坚持的信念。他们相信最完美的人生总是五味杂陈的，然而无论甜蜜亦或苦涩，能够调和这一切的就是咸。咸的味觉来自盐，它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，以钠离子和氯离子的形式维持着体内水量的稳定，亦都激发并且平衡住每道菜肴里面嘅各种味道。喺中国菜里面，盐更重要嘅使命系调出食物本身固有嘅味道，改善某种肌理嘅质地。喺中国烹饪字典里面，盐系百味之首。喺唔落雨嘅日子里面，阿柳每日都要喺盐田里面忙。把那个盐水把它搞均匀一点啊，今天的时候比较平均一点啊。不好，接近太慢了。阿柳的家在粤东的海边，村民世代以晒盐为生，至今仍然用着古老的制盐方法。用海水晒盐的盐田法可以追溯到400多年前的古代中国，而中国人发明的海水煮盐在5000多年之前已经有了。阿柳的盐田一共有17块，这里离大海只有1公里之遥。4岁的刘涛涛每日最开心的事就是跟着爸爸来到盐田。晒盐的海水储存在这个水井里面，井下面有一条暗渠通向大海。海水晒盐依赖阳光和流动的空气，水分逐渐蒸发，盐度饱和，食盐就开始结晶，这一切平静而自然。
阿楼所生产的是未加工的大粒粗盐，这些是粤东沿海人家调味架一定有的。它很晶莹的嘛，很透明，这种盐就天然的盐，这种就比较好的。塞进去。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，他做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。焗是广东话，即是烤的意思。这种烹调的方法可以牢牢地锁住食物的香味。就说这个盐啊，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，基本上没有了。包好沙子的鸡，埋在炒热了的海盐里面，慢慢焗熟。粗粒海盐的疏松结构可以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。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。这个是温度和盐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。食盐焗鸡分手丝和切块两种。叶叔认为手丝这一种客家人的传统食法，最可以避免了肉质纤维受到破坏。只需要一把海盐，就可以令到鸡肉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，同时亦都可以将隐藏住在鸡肉深处的浓郁鲜味激发到极致。盐焗鸡的美味归功于客家人，这个特殊的族群以及他们特殊的历史。上数千年，因为战乱和饥荒，客家人的祖先从中原腹地出发，开始陆续大规模南迁。部分人最后在南方的山区定居。在漫长而艰辛的旅途里面，能够帮到他们保存储存食物的就只有盐。这种高度依赖盐的饮食习惯，亦都成为他们的味觉基因，一代一代地流传了下来，并变化为无尽的美味。阿楼和太太小芹第二个小朋友就快要出世了。晒盐的收入微薄，一年亦都唔过一万蚊。阿楼仲要做电工和捉鱼嚟帮补家用。村里面的人大部分都已经出咗去打工。大片的盐田已经荒废了，阿楼依然选择在这里留守。人是历史，说来说去我们是保护历史，不会可以出外面去人家打工，赚多一点点，辛苦哎，是必然的啦。现在辛苦有这样的回报，我就不怕。蒜是一种奇妙的味道，不单止舌头能感觉到，我们的鼻都对它十分敏感。蒜味物质分解出氢离子，在口腔中撩拨我们的味蕾，这种味觉就是蒜味。中菜里面的蒜味大多数由醋而来，中国人以谷物酿醋，
由于原料同工艺嘅不同，各地嘅醋口味都相差好远。山西老陈醋醇厚浓郁，一如北方人嘅豪放；而江南人嘅灵秀，则赋予醋另一种性格。镇江醋嘅最大特点在于味甜，适合调拌凉菜，暂食小吃。镇江人食蟹粉小笼包嘅时候，要将香醋倒入包嘅汤汁里面，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可以吃出最正宗的美味。镇江人更不能想象的就是，如果离开了醋和姜丝，熬肉究竟还可不可以被称为一道镇江名菜？要获得如此美味的酸，必须经历平静漫长的等待。镇江香醋的原料是糯米，浸泡过的糯米经过高温蒸煮，淀粉充分粘稠，再用水冲淋降温，让饭粒收缩，有利于微生物的繁殖。拌入酒曲，使到淀粉糖化，发酵成酒杯。跟住落嚟是制醋的关键工序，醋酸发酵，它决定了香醋的产除了酸，还有一种味道可以增进人类的食欲，那个就是辣。刚刚落了一场雨，山路很滑，苏琼一家开始了一日的劳作。两夫妻要在天光之前将山地里面的辣椒送到去早市。进入冬季，辣椒已经不是好像刚刚成熟的时候那么鲜嫩肥厚了。这个并不会影响人对它的热情。苏琼是个菜农，亦都绝对是一家之主。在四川，很多妇女都好像苏琼那样开朗、坚韧、果断。在汉语里面，我们可以用泼辣来形容这种性格。十五世纪末，哥伦布的海船将辣椒在美洲带到欧洲。100年之后，这种可以散发出奇异香味的植物，辗转间又流传地到中国。四川盆地气候潮湿，天阴多雨，正需要辣椒的光猛热烈。严格来讲，辣并不是属于味觉的，而是口腔里面一种焦灼的感觉。五味里面的辣原本是辛，泛指是一切刺激性的味道，原产于南美的辣椒、东南亚的姜和中国花椒一样，都是中餐里面最常用的辛辣调味料。辣味来自食材中的辣椒素这些化学物质，它们可以刺激人体细胞在大脑中形成一种类似灼烧的微量刺激。
呢一种感觉停留喺舌尖上面嘅时候，就令到食欲得以激发。喺川菜里面，无论作为主菜、配料或者系调味料，辣椒都系宠儿。佢俾咗川菜一种鲜明嘅印记。新鲜的辣椒亦招来了老的顾客，长一点的，红一点的，对，这种我就要这个好的，我要这种二荆条，要红亮的，最好的，不然颜色出不来呀。刘俊杰今年64岁，川菜特级厨师。两年前，他在美国回到乡下，结束了在国外多年的厨师生涯。老柳精心地做了一程辣椒，隔日就要换一次程口的水，用来隔绝细菌。泡椒是四川人创造性使用的辣椒经典方法之一，让在程里面的辣椒经过神奇的化学反应变得随和温软，不再那么咄咄逼人了。泡椒的发明更衍生了川菜中著名的味道鱼香。鱼香肉丝就是其中经典的菜式。我们四川的复合味也比较用得多，甜酸麻辣它的交叉用就比较丰富，用起来就得心应手一点。在刘俊杰看来，泡椒是得心应手的烹饪调味料，更加是远隔万里亦都挥之不去的香愁。辣椒另一个华丽转身，同样凝结着四川人的浓厚香情。这个就是用一种高产豆科植物做的辣椒酱，四川人称之为豆瓣。陈婆婆将发酵好的蚕豆瓣倒入了剁碎的新鲜红辣椒里面，她要赶紧时间，趁着好天气的时候将它晾晒发酵。